长欢公安温馨提示：请洗手，戴口罩，不出门，不聚会，不传谣。背红包的阿姨，韶关公安提醒你，出门务必戴上口罩。感谢你的配合，以后出门在外必须戴上口罩。前面人群，防疫期间不要聚众聊天，戴上口罩马上散开。不要吸烟了，戴上口罩马上散开。前面两位黑衣男子，这是韶关公安局无人机，防疫期间不要聚众聊天，戴上口罩马上散开。这是韶关公安局无人机，前面两位黑衣男子，戴上口罩马上散开，把烟掐掉，马上散开，戴上口罩马上散开，马上散开。前面三个打牌的，防疫期间不要聚众打牌。红色衣服的阿姨，戴上口罩马上散开，戴上口罩马上散开。前面提着红色桶的阿姨，对，就是你，出门在外戴上口罩，韶关公安提醒你，出门在外戴上口罩。感谢你的配合。